停在凌晨两点半后，火柴棒无声划过角落，镜子的背影当作是朋友。我发觉台北其实很寂寞，黎明前的马路上最后一个还没有睡的人，漫游围绕着最后一盏不熄灭的路灯。也许每个人各自有想不开的理由，我穿着大衣蹲在地上等你回家。其实很寂寞，黎明前的马路上最后一个还没有睡的人，漫游围绕着最后一盏不熄灭的路灯。也许每个人的自由想不开的理由，我穿着大衣蹲在地上等你回家。黎明前的马路上最后一个还没有睡的人，漫游围绕着最后一盏不熄灭的路灯。也许每个人各自有想不开的理由，我穿着大衣蹲在地上等你回家。也许每个人各自有想不开的理由，我穿着大衣蹲在地上等你回家。